尊敬的各位狼友啊，今天我们继续来一场 UFC 3的游戏的单挑比赛。大家可以看到，我现在今天对阵的双方是李小龙啊，李小龙对阵这个 STP。那么开始这场比赛，那么依然是传奇难度啊最高的难度，电脑对阵电脑。It is a welterweight matchup between Bruce Lee 次 and 重量级的 George 一场 Bush跨St-Pierre。界的比赛，那么李小龙实际上应该是轻量级。Well, do not adjust your sets, ladies and gentlemen. One of the greatest of all time is back. The current UFC middleweight champion, George首先出St-Pierre, 场的 walked away from 是the sport after GSP his 12th consecutive win. That was November of 2013. This is a guy that made the takedown in mixed martial arts an art form. 出众的扭倒精准度，下重手，上十场比赛中取得十场胜利啊！这个人啊，在 UFC 中非常的有名，这个人也是，他继承了亚洲流的格斗方法，尤其是柔道、跆拳道、日本的武技。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啊，出场的是截拳道的创始人、著名影星、功夫巨星李小龙。李小龙是美国的一个华裔，很多狼友，很多中国的狼友们，一定要清楚地记到这一点，就是李小龙并不是中国人，李小龙实际上是美国人，美国华裔。截拳道十足，速度飞快。当然，很多 UFC 现役的这个运动员啊，他们得到的灵感也是最初是从李小龙的功夫片中啊得到的灵感，激发他们去来实战啊练武。虽然李小龙是个影星。GSP，经常把他闹混啊，他名字弄成 GPS，这个家伙啊，也是非常非常的灵活的一个选手，他打法有点像李小龙，属于那种嚣张啊，动作灵敏迅速，有花架子的那种。那当然，他除了 GPS，GSP 啊。他的这个实际上是，确实是有真功夫的。李小龙，阿斗，配下音。这个大家要看过李小龙的这个功夫电影的话，李小龙他也是一个标志性的人物，世界范围内的标志性人物。Right here we go. I好，am fired up for this fight. It's been a long time coming, and they're finally 现going to在go after 比 it. 赛正式 We are 开打，李小龙对 GSP，双方，我靠，好漂亮！李小龙的出拳速度还是非常的快的，好。上勾拳，哇！李小龙出拳的速度快如闪电，
哎，杰斯利将李小龙摔倒，坏了，不妙！李小龙这个地面技并不是很好。李小龙地面技并不是很好，一定要小心，不要被降服。哎，什么情况？坏了！哎，哎，不妙！我操！开什么玩笑，这么快就打赢李小龙，搞没搞错？搞没搞错呀？太夸张了，这观众还没有入座，得严重这个要求啊，严重要求退票。观众还没有入座。这个李小龙啊，这个使用了好几次了，都是败在了地面降服技上。ESP 降服技赢得了这场比赛啊，击败了李小龙，非常快速啊，这个有点出乎意料了。